他好像把什么东西给吃进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眼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玩这游戏啊，没错，跟恐龙有关的游戏啊。那么这个游戏的话，是一个应该是侏罗纪爱好者做出来的一个独立恐龙类游戏。好吧，我们开始这个游戏。哎，我们直接来到这个地方了。哦，我们在车上呢。哎，我还能换座位吗？哎，我似乎还能换座位。等一下，我按一能出来。我去找一下那只恐龙啊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，这只恐龙就在这里。哇，这个游戏做的还真不错啊。话说，我要是靠近它会怎样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太对。我跟着它屁股走。哎，这个哇，好大只啊！这起码看起来30米高都有了吧？不止吧？这是什么龙？霸王龙吗？还是暴龙啊？等一下，我回到车上了。哎，我不能回到车上。哎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这辆越野车才是我的。回到车上啊！来，我能开车吗？哎，我能开车吗？哎，我貌似不能开车。哎，他发现我了。等一下，他在看着我吗？好像有没有哎。等一下，我出来啊！哎哎哎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哎，不是吧？哎，我被吃，重新开始啊！我刚刚被吃掉了。等一下啊，我不应该被他吃掉。我出来先啊！哎，在哪里？哎，我躲到后面。貌似这个地方也就这么大啊，好像真的是这么大。哎，这里我不知道能不能出去呢。好像不行，这个地图就这么大，这个游戏的话就两辆小车，还有一只霸王龙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，哇，我要被吃到，我又被吃掉了。我刚刚看到那条路好像能走，等一下，这里好像，哎，侏罗纪的一个标志，这里可以拍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里是男女厕所。哎，我进去之后还是这样了。我刚刚进去那个厕所之后，好像重新开始了吗？等一下，没有。哦哦，进去。哎，我怎么，我来到车的后车厢？哎呀，等一下，我就躲在这个车里面。这个恐龙不知道怎样呢？来啊，来吃我！来呀，来吃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在哪边？等一下，我坐回我的前车位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哎，进来，哎哎，进来，进来，进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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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差一点！哎，来啊，我就在车里面，来啊，攻击我！嘿嘿，吃不到我吧？这样就攻击不到我了吧？来，小恐龙，小 baby， 来打我。貌似他好像不会怎样我，只要我在车里面，好像真的不会怎样我。等一下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他在，哎，他咬住我的车，不是吧？没有，还好，他刚刚好像要移动我的车。来啊！可以哦，这个游戏做得很不错，尤其是这只恐龙啊，很有侏罗纪的感觉。来，他好像不攻击我吗？哎哎，等一下，哦，等一下，哦，不对，啊！好，我要被抓起来了。好像他攻击的这个玻璃是一样的。我无论坐到前车还是后车都是一样的。等一下，他等一下把我的车天窗给打烂之后呢，这个玻璃打烂之后我就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来，快点快点 ，come on come on， 小 baby 恐龙来呀！他还是要走个仪式，先在这里绕一圈，先看一看前。你看，他说我先看看前面那辆车有没有人先。哦，前面那辆车没人。好的，后面这辆呢？
后面这辆也没人啊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等一下，后面这辆车也是没人的，你不要过来。哎，他疑似般的走了一圈，然后呢，没看到我，对吧？不对哦，这个恐龙好像是，好像完全没发现我吧？哎，发现我了，进去先。哎，我要出来，他才会发现我的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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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发现我了，他又要把我的玻璃给打坏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老哥，看什么看呢？我在吃穿里面很安全的，不要看啦、啊，你吃不到我的，去吃你的草吧，我的肉不好吃。干嘛又看我？来，来啊，接操，来单挑。哎，他又推我这辆车了，哎，有种把我这辆车咬掉啊！不是吧，他这么大只推不动吗？来啊，吃我啊！呀，霸王龙啊，要么就是暴龙。哎，我相信你是霸王龙了。来，他又打开，等一下，他一打烂车窗呢，我就按一出去。哎，哎哎哎，出去出去！哎，喂，哎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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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、啊！好、啊，这里貌似好像我怎么挣扎都会被他吃掉啊。所以说这个游戏，哎，哦，他原来是从这里出来的，这里是个这外，这个围栏里面是一个侏罗纪公园，然后呢，这恐龙呢？弄烂这个围栏，然后跑出来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这个贴图告诉你呢，这个地图也就这么大。哎呀，不行，不然要吃掉了。所以说这个游戏也就这样了，一个侏罗纪主题的恐龙游戏，唯一的互动也就是躲在车里面了。然后这个恐龙呢，就是逃跑出来的恐龙。等一下。我既不能蹲下也不能干嘛，只能被他吃啊，但是我可以躲在他后面就没什么事、啊、好吧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恐龙、啊、诶，我这里能爬上去吗？不行。好吧，这游戏的话我们怎样都会被他吃掉、啊、诶，没发现我吗？哼，我站在这位置他没看到我吗？奇了怪了，诶，他没看到我，肯定这里不可能啊，他最终还是会看到我。你看，好吧，那么这个恐无论躲到哪里都会被吃掉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啊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收藏关注一波、啊、拜拜。